零售客户，记得哦，那编码的时候如果手动的话呢，它就变成你没有办法去掌握它的编码数。如果我现在用月编码，现在你们用的都是月编码啊，记得吧？2001、2009多少多少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月编码，然后呢，它的编码数呢，流水码数呢是多少？三码。那就你看这里哈，就会出来了哈，就是月2012多少09或者10多少多少多少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这样就完成啦。完成以后呢，这就可以整个就完成了。那如果你要消除怎么办呢？按住它，把它删除掉，或者呢，你要修改，你按住它，你修改，你就可以做任何的修改动作啊。那如果譬如说我要用采用日编码，它就会多成年月日，然后零售多少码，四码或者三码。好，假设我五码好了，你看它会变成这样子。存档以后，好，不可大于十码，因为这里面已经有多少，这不能大于十码。注意哈，编码不能大于十码啊。好，这样就可以储存了，有没有变两码啊？好，这样只是一个动作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想我马上再进入另外一个部分哈，让同学们赶快的进入状况哈。刚刚是叫做编码里面的这个客户编码，那编码还有很多，譬如说厂商编码的原则啊，那我们就不一一的讲。你进入厂商编码以后呢，它有第一码1234，然后后三码流水码。那1234代表什么？一代表国内原料的供应商，二代表国外，三代表外包。什么叫外包？外包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的公司里面呢有一些零件，请外面的公司在做啊。那第四个呢是杂项，也就是它的厂商呢并不是我们真正的产品的部分，而是有一些杂项的部分哈。好，那这些编码流水码多少呢？你必须要先预估啊，三码就是999嘛，四码就是9999嘛啊。好，这个是刚刚讲就是编码原则设定里面，如果厂商编码是这样做的啊，这给你参考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品号也有编码原则，品号编码原则包括什么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品号有很多、哦、品号我们看一下哈，品号的编码原则里面呢，品号编码啊，一是原料刚刚讲原料塑胶料有电子料一堆啊。那如果假设我编码编七，第七码我增加一个七哈，我在这里呢我增加一个七，譬如说我新增七，编码原则七，然后呢假设它是属于随便什么东西哈，什么码什么都可以，这代号了哈。然后呢我们预设它要不要规格，预设品名或者不预设。然后呢接下来同样道理哈，我们目前呢几乎都是月编码的，月编码刚刚讲过哈，不能超过十码，现在有月编码等于有四码六码了哈。如果我现在打成五码，流水码五码，你看哦，他说已经超过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也是考题哦，不能超过十码。假设三码，它就可以存档了啊，这就变成说我可以多了一个啊，多了一个第七码的东西哈、啊。好，那如果不要，我们就取消了哈、啊。好，这是我刚刚提到说，你编码原则有很多，必须要一个一个都要去建立啊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我先把交易对象也把它先把它略过哈，等一下再一起讲哦。付款条件也是先略过哈，我直接到哪里呢？所以编码也略过，直接到品号这边来。为什么直接到品号呢？品号是我们在做报价单的时候第一个碰到就是品号嘛，哦，你要选择品号啊。所以品号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个练习。而且它的项目内容非常多，品号记得，品号跟什么有关？货品跟仓库有关，所以呢，品号不会在采购系统，也不会在那个订单系统，会在库存系统哦。看这里哦，看哦，注意看到、哦、库存系统里面的基本管理有一个品号类别啊、哦。那品号呢，我要先把类别定好，然后我们再去把品号做一个
按照品号来做这个建立哈。那类别有很多，这里面有会计、有资财、有业务等等啊。那我们等一下会给你们看它的目的，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分类啊。你们的有课本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哈，课本会告诉你会计类，这里分类是会计类的时候，一二三四个五个哦，而且品号还有会计类也有它的代号哦。会计类的一是原料，会计类的二是物料，会计类的三是半成品，会计类的四是成品，会计类的五是商品。那每一个公司有它的编码方式，你们要去看一下它怎么编码的哈。那会计会是什么？以存货科目，在这里以存货科目，也就是报会计报表要用的来做归类。那另外呢，资财是用什么？资财你看这里，电子、五金、包材、半成品 PCBA 等等，这个都是什么呢？如果是资材的话，一定是什么？就是它的零件、它的耗材的方式来做这个分类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好，那我们每一个有它每一个的分类的方式啊，所以资材是零件跟它的特性来分的。那业务呢？业务就是用商品来分的哈。好，这是我们这个分类的方式。你可以在哪里看呢？你可以在我们的基本资料里面来看。那这里有一个练习题哈，这个练习题，你可以进入来看一下啊。你可以进入我们的基本资料里面哈，然后呢，你可以进入一个，等一下哈，它这个是属于品号，所以我们要在库存，刚我讲了哈，要在库存里面，库存里面呢，基本资料建立有一个品号类别建立啊，品号类别建立里面呢，它有你可以查询，它就很多不同的类别出来，就是刚刚这个图里面哈提到，这个就是刚刚类别的部分的哈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就是好，就是这个嘛哈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呢？这个部分呢、啊，我们可以建立的啊、哦。那怎么建立？一样的，只要是建立都是同样的动作，新增啊，新增，然后他选择他的分类方式，然后类别的品类别代号。那这里有一个作业哈、啊，这有一个作业来看一下。这作业说，我们以业务的角度新增一种类别三，作为数位相机的配件销售统计用的哈、啊，品号。业务的角度哦，分类是业务哦，然后呢，三是这里没有三，对不对？三是我们的品号的代号哦，然后是数位相机的配件。好，我们来做看看哦。等一下你们做一个哈、哦。好，分类是什么？刚刚讲的是什么？业务，对不对？好，品号是什么？代号是三，然后名称是什么？刚刚讲是叫什么？叫相机，叫做。数位相机配件，数位相机配件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存货的科目啊，这个是比较属于会计的部分哈。会计的部分你可以譬如把它抓进去，譬如说假设啦，假设它是属于哪一个部分呢？譬如说它是一个制成品，它就会进来了，代码就出来了啊。好，那这个做好以后呢，一样储存，它就会进去了。然后你看哦，储存完以后啊，我们来查看看刚刚讲的查询哈、啊，在业务里面就会多一个三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一二一一啊，然后后面呢，当然还有很多资料。如果你有输入呢，它这后面都会一通通会产出，销货科目啦，什么通通都会产出。这个都在前面那个资料里面做的。